方是我们五星五星嗨翻的预约通知，没有点的哥哥们点一点我们官方的预约通知，然后右下角是宝宝的直播通知，没有勾的宝宝们勾一勾，谢谢哥哥们 thank you。 然后呢赶到巧合了，都是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宝，他是眼宝我是厨宝啊。然后呢你们没有投票的哥哥记得投一下票哦。然后我现在给我们来个其他的开场舞，然后喜欢我的宝宝可以利用右键那个关注他，右键关注他一号麦二号麦，然后呢右下角直播通知记得勾一勾，小红花小爱心走一走，谢谢哥哥们。
你又勾了勾一勾，哎呀咋整啊，差点气了，好难受啊。接下来给宝宝跳一个谢谢小野猫啊，小野猫咱们就带这个兔耳朵跳吧，好不好？巨难受，感谢所有送来礼物的哥哥啊，欢迎所有新进来宝宝。然后呢，打卡的那些送花看我老爹的九九三，全网最尊的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哥哥一定要记得点关注，谢谢啦。可以说有点差气儿，差点不好就当哥哥包涵，可难受了，可难受，可疼了。Yeah.
下一支咱们唱那个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你们投一下这个，这个宫廷戏吧，还是小仙女服啊？就你们投一下那呀，那舞蹈曲子还得重发呢。突然发现，啊，等一下啊。然后没有投票的哥哥赶紧投这个票，谢谢。下一套衣服穿什么就看你们的了。然后刚刚我记得你们投票是那个，完了我忘了，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要多一点票。你想想，哦，因为你我一个人，我对对，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。Let's go straight to number one. 感谢我们空城哥哥，我们国情哥哥送来礼物啊，还有我们的方弟弟，谢谢。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新用户宝宝，谢谢。然后最后一支舞蹈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谢谢。没有投票的哥哥还有40多秒的时间，赶紧投票啊，哥哥们！小花花、小爱心走一走，爱心还不到1000颗嘞，把爱心点到1000颗好吗 ？Thank you， 谢谢。